师尊，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新的帝尊？五大家族现在把持着整个人族，要是多了一个帝尊，他们要分出去多少利润？难道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在抢他们的资源？有时候不是他们想争，而是他们下面养着太多的人，不得不争。如今你说夫君在那边到底有没有想我们？你是他的孩子，他当然会想你。